我是阿元。今天是一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期待的日子 ，Yes， 就是 Baby 的 Gender Review 这个报告呢，我们在多久之前呢、啊？三月头的时候，好像是三月头的时候，我们就拿到那个 Baby 性别的报告了，然后到现在四月头了，我们这段期间一直忍住，很想要翻开那个 report 的第二面，因为 Doctor 讲性别就在第二面。那时候 Doctor 呢就有跟我们讲啊，你们呢如果不要懂 Baby 是什么 gender 呢，你们要提早跟我讲啊，不然到时候你们要拿 report 的时候一开进来我的房间，我跟你讲，恭喜你是个 baby boy， 或是恭喜你是个 baby girl， 这样子你们什么 gender review 都不用搞好啦啊。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有跟我们的产检医生讲，Doctor， 我们是不要知道性别的，所以你给我们 report 的时候呢，你就跟我们讲 baby 有没有大爱就可以了，性别不要讲啊。所以 Doctor 就很乖乖的听话，没有跟我们讲 baby 的性别，所以我们到现在就一直在忍着不看那个报告。今天看到啊，我们已经准备了两个颜色的气球，然后还有这个彩花。还有这个color 那个水彩的 color。至于我们会用怎样的方式来搞这个 gender review， 等一下你们看就知道了。因为我们没有，我跟 Cherry 也没有打算要去就是好像搞 outdoor 的 party 啊，然后叫完全部朋友来，所以我们就没有搞这样子的形式啦。因为我们比较 prefer 两个人在家，就是小小的做，就一个纪念这样子。就 OK 了，所以我们就选择了这个方式来办这一场 gender review 呀、yeah。所以呢，我们两个人呢都不知道 baby 的性别，然后到底是谁知道，谁帮我们搞这个 gender review 呢？就是我们的经纪人，没错，我们最近刚请了一个我们的经纪助理啊。然后那一天呢，我就有给他那个报告，我就跟他讲，我需要你帮我。搞这场 gender review， 只有你一个人可以知道，所以你需要看这份报告。So， 给你们看一下当天来看报告的那个场景。我的经纪人在帮我们看这 baby 的 gender， 因为我们需要他帮我们去安排一些东西，所以要让他先知道是男还是女。怎样看到吗？在哪里哦？你看好来，第二或第三面而已。Doctor 是跟我讲在第二还是第三面的那时候。你不要过来。哦，看到了，啊、哦，看到了，看到了，呜，实在想知道，一个字还是两个字？对，封口，好封口，这个我帮你保管先。我自己瘦了两三个月，我都没有看了，还需要你帮我保管？ Okay， 因为今天我看了，不可以，我帮你保管比较好 ，OK，Good。对了，这个就是他看了报告过后的反应。然后现在我就要先布置我们要拍摄的那个背景先。布置好过后呢，我等下就要叫他过来，就是他帮我放那个 baby 性别的颜色放在那个盘上面啊。然后我们就整个过程我们是蒙着眼睛的。他放在那盘上面过后呢，我就叫他可以先离开，因为我跟Cherry两个人就是要沉浸在我们两个人的世界，所以我们就是要看了那 baby 的性别过后，因为怕有人看着我们，我们会好像很不自在这样，所以等一下就放了那个颜色过后，我们就会让他先离开，然后我们就会蒙着眼睛，然后就会等下你们看啊，等下你们看就知道了。OK， 他们到了，喂，我还是要唱一首歌的，做一张 gay ball， 我想要唱一首歌，又有什么事呗？没有事，可是我要唱一首歌，什么歌？这个东西很安全，这种事你看，我还带这个，因为要弄那个 water color。哦 ，OK。给我唱完先。啊。打日子一个好开始。有看错吗？我已经。是四个字母还是六个字母的？十轮了。你看，我看一下，恐怖一下先。OK， 好了。四个字母还是六个字母的？快点拿东西来。他很怕表情穿帮。我读过心理学。快点！你看着我，看着我的 camera。我的天，还有别人逗留的背影。男的。清楚的不够，
心理学了，男的，我看你的脚，我读那个读三三他。关键，恭喜了，来，恭喜了，男的，恭喜了，来。OK， 讲到男的时候，他的脚是向里面走的，所以他没有抗拒。女的，我跟啊，向外面走，他抗拒，所以不是女的。啊，应该是这样。OK， 所以现在他就要开始帮我们准备那个颜色了，然后他不要让我们知道是哪一个性别，所以他两个颜色都弄，然后等下在我们蒙上眼睛过后呢，他就把那个对的颜色放在我们的面前就可以了。Let's go， 你就好喽，有一男一女啊，我收工了。Yes， 我们本来想说要做 live， 不，是因为我们这个不能 live， 因为我们要放黑白 filter。OK。So， 是一个很紧张的一刻。你看，现在是。OK， 我们 set 好我们的场景，虽然看起来是很普通，可是不用紧。那个 video 的画面看起来 OK 就 OK 了。然后他讲要搅到看哪一个先干，就是哪一个选择。这个要等几天哦。OK， 各位，我要开始了啊。所以我们现在要先自绑，人家自打嘴巴，我们自绑眼睛。你应该进来绑了的。啊，你进去绑的，来，啊、我们看到各位，男的近一点，你的 shoulder 镜头给点 ，shoulder 要转进去。啊，对了 ，OK， 开始。没事，有路啊。有路啊，前面有路啊。对，现在看，来了啊。来哦，各位，等一下。真是啊。你们一动了，我们就出去了啊。OK， 跌在这里了。OK， 好了。手没有动到先啊。摸到了，摸到了。OK。See you， bye。成品的话呢，你们就去我们的 IG， 还有 baby 的 IG 就可以看到了这个 video 的成品。耶！哇 ！Congratulations！ 哎，很美耶，那个衣服。OK 吧 ？OK 啊，很有艺术气息。Congrats！ 很美的衣服，我们还没有碰哎。我们要动，接下来动。狂欢后的悲剧，值得的。为了宝宝派对后的悲剧，你看怎样收拾？这个是 indoor， 我家 bro, 不是 outdoor， bro。这个加起来龙儿，男丁，男的叫李小龙，女的叫小龙女。OK， 搞了半天，算是搞半天了，现在已经九点半了。然后该下午拍的那个 gender review 呢，我们刚刚就是Cherry 就拼命一拍完就拼命的剪，然后就要赶在刚才半点半的时候出。然后我刚才整个过程呢，我就在收拾家里，收到半死那一碎碎的纸，然后现在终于可以吃上我们的晚餐了。Yes， 笑哦，笑我，我笑那个碎碎的东西，碎碎。看我的手，还有刚才的那个印，可能是有还没有洗到干净。你看，哇。没有洗到，没有看到啊！对，那个成品已经 post 在 IG 了。So， 如果你们看到这个 video 的时候还没有看到成品呢，可以去 IG 看一看。这样子他们也不是你粉丝。你想一下，我的 YouTube 是不是有70多万的 subscriber？ 可是我的 IG 只有30多万 follower 嘛，就代表1万的人有三十多万的人。他们不去找你哦，还算粉丝吗？他们可能不懂我玩 Instagram 没有可能的，他是不行。